而且书画改很漂亮，就是那个就是哦，对不起，是不是有人耳朵会痛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要不然我小时候有一个男朋友，他是住台东啦，啊，每次哦，老公哦，没有啦，那是我学长啦，那不是我男朋友啦，吓到掉麦啦，不要问这种奇奇怪怪的问题。好久不见的 Ella 出席代言活动，前阵子才与好姐妹结束华东之旅，满满的好心情藏也藏不住。因为我们都希望每年都可以有姐妹们的聚会嘛，所以就是今年我们就约定好，就一起去，然后就赶快安排。然后呢，就请我一个同事帮我们订那个精英，然后他还好有点认识，这样要不然都订不到哎、欸。然后我就说，你可不可以说是 S H 要住的？哦，果然，果然住到。合体啊！合理有啊，我们前几天就合啊，我们就有合在一块啊，我们就而且是我们裸体相见的那种合体，没有啦。你说合体，其实永远都有机会，还是可以在田馥甄的演唱会上先合体，解解粉丝相思之苦。我觉得 Hebe 他一定知道，请神容易送神难。如果我们两个真的上去，他演唱会歪掉，他就无法一一的好好的唱歌，所以我们看状况。啊，如果他真的没有 cue 我们上去，我们也不能厚脸皮的上去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可能在后面再合体，后台啦，不是从后面合体，是在后台合体。你为什么那么开心啊？你奇怪。他的歌怎么唱？可以吃睡觉吗？因为他第一句是可以只睡觉吗？对不对？我可不可以化成了雨？可不可以碎裂成瓦砾？可不可以哒哒哒哒哒哒哒？他歌太难唱了啦！要不然你们不行啦、啊！我也有跟他聊啊，我说：“哎，你的歌都很难唱。”他说：“对啊。”我们想说，到时候演唱会好累哦，这样子。然后哦，他不是加场吗？我们就有群组，就恭喜他说：“哎。”我真的恭喜你加场秒杀哎！他说：“对啊，我的肺可能会被我呛爆吧。”巴拉采访组采访报道。